七乐坛女歌手银奖。呢两年咧，好多人离开啦，系嘛？佢咧年头嗰阵时上嚟做访问，都话想唔做，争啲走咗噶啦。好彩遇到新嘅唱片公司，所以咧佢冇离开到，亦都带埋屋企人由马来西亚嚟香港定居，成为佢最坚嘅后盾 ，Jenny。Jenny 上网歌包括《单恋这件小事》、《后人女的美丽与哀愁》、《哭泣健康指南》以及冠军歌《Dum Dum》。企好，多謝家姐，多謝禮禮，多謝77903，多謝商台，多謝大家。是啊，我其實有段時間曾經想過要將我的歌唱事業畫上這個句號，當時很懷疑自己，也都不停問自己，我在音樂這條路上面還會不會有前途。那我很累，但是當時有很多人，我的 fans 和身邊有很多朋友不停陪伴著我，還有我很幸運遇到現在的唱片公司 EEG Family， 他們給了我很多的勇氣，所以我跟自己說我要鼓起勇氣勇敢再追夢多一次。我想多謝上年有幫過我的每一位曲詞編監，特別要多謝我的監製 Derek Fergus、 Tima 徐浩、填詞人 Wyman、 周耀輝老師 Oscar、多謝我在環球年代陪我行過的、陪我打拼過的每一位同事，多謝我的爸爸媽媽、家在哪裡，事業就在哪裡。上年我做了一個很大的決定，就是接了他們過來香港和我一起生活， so that 我可以無故之憂，可以專心我的事業。所以我會努力，我會給心機，我不會停，我不會放棄。還有我見著爸爸媽媽的白頭髮越來越多，我要跑快點，走快點，我希望我可以快點拿到一個更好的成績表給他們看，還有給你們。多謝我的 fans， 多謝幸運兒，多謝每一位相信我、支持我的朋友，多謝每一個幫過我的朋友，每一個人。13年的時間，話長不長，話短不短，但對我來說，每一天都有很多變數。很多謝每一位對我不離不棄的 fans 和朋友。最後，我想跟每一位在這個城市生活的努力、默默耕耘、為自己的夢想繼續前行的每一位講，我答應大家，我一定會用音樂繼續陪伴著大家，一起生活，一起拼搏，一起追夢，一起相信自己，相信愛。多謝大家，青春女歌手銀獎 Jenny。